就音乐的部分，我和台湾国乐团都练习的非常享受哈。那我们三位作曲家，殷景洪二老师在我们旁边啊，那还有王以玉啊，还有一个具彦博，他们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啊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在诠释方面，当然有很重要的挑战啊，就是把不一样的风格能够在结构上啊，在美感上能够有一个串联。那又能够凸显他们个别的特色和就是风格很突出之处啊，那所以整个过程都是非常享受的。那当这个视觉的部分，这个马戏的部分再加入之后，我觉得会非常值得大家来现场体会。嗯，谢谢导演。